首先呢，我们要先来介绍一下板盒。因为它是类似型。好，看一下这边。等一下呢，要把板子怎么样可以打开呢？上下拉开。但是前提是来看一下这里，只有它哪对？圆圆的朝上。对。圆圆的朝上。圆圆。是上下打开，很好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来，这里叫上面。上下打开，就上一个下，这个上这个下，拉一下，你拉一下，这样都可以啊。但是你看它旁边打不开的时候，你要用上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来，两只都自己拿着。好，这边是上面，这边是下面，看一下板底的地方，旁边有没有银色的？对，那个叫做钢边，钢边叫做刃，刀子。它就是一样。啊，对 ，snowball 有这样，很好，只是它是一片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都只是拆成两只 snowball 的感觉，两只 snowball 的感觉。好，来回到正面，有没有看到这两个东西？叫固定器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把脚放在里面，可以吗？那我要先你们拿个板子，从旁边那个洞走到这个栏杆后。然后一人选一个颜色站好。
好，来站好。等一下呢，我要你们推离开栏杆之后，
社学反馈后，有人太会演了，啊，小心后面，开了，把手离开栏杆，看一下我坐上车，对，冷倒车，好，来开机一下，等一下呢，我会开机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更认真的做了，不然这个跌倒就很麻烦，要一直请来请去。等一下呢，我就要看到你们在栏杆前面像那样子。脚跟缓慢，变大，认真看，你做最差，认真看。站起来变小，脚跟缓慢变大，站起来变小。小兰可以吗？怎么样可以变大？哪边？脚尖缓慢还是脚跟？脚跟缓慢，对不对？那怎么样可以变小？脚跟，还有呢？人要怎么样？站。好，来，再走上来，怎么样走上来？停，看一下我这里，绝对不是这样。人先面侧边蹲低，走上来。不行，因为走不上来。我不相信。决定的，你们决定的，没做好就没有变快，做好才会变快。
什么呢？因为我要来试试看。三角的变大，那你如果是它
太狠了，让我的开机往上。啊！开始。APR。
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啊，如果你看你的板子这么强，来你转弯，转这个脚好转吗？好，那如果你这样停，跌跌到不能踩小拇指哦，那你一点点。好，我要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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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
这样比较快。那我现在怎么怎么分离？我先看他们谁是大哥。大哥是谁？江。二哥是谁？小弟在那边。好，我加油了，我脑袋加油。好，来，再准备左右一个哦，三。Thank you.
等他做好动作再等他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轻轻的转就好。好，小心哦。